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部包括在里头，庆无不尽。佛法里头有两句话，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，你就明白了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，也会讲啊。但是什么意思呢？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。这是法界的全体。现在人讲宇宙，佛法里面讲法界。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，为什么呢？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，法界里面有灵知，所以法界是活的，宇宙不是活的，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。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，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，法界里面没有大小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有无，妙绝了，不可思议 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。